其實平時買樓啦，我哋就睇啊對地區啊價錢啊，咁其實有冇留意到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綠色建築呢樣嘢咧？我就聽過，不過就真係冇深究咯。咁就綠色建築。不是話個外牆綠色咁簡單係嘛？梗係唔止啦。其實咧，平時我哋買樓嘅時候咧，攞到嗰本售樓書咧，都可以細心留意一下呢幾個認證標籤嘅喎。綠建環評、金銀銅同白金啊，即係四個級別啊。咁照字面睇，應該係我哋起一個大廈、起一座大廈或者起個屋苑嘅時候咧，樣樣嘢都照顧到佢對環境嘅衝擊。咁就做得好嘅就俾個白金佢啦，做得都 OK 嘅就俾個銅嘅認證俾佢啦，係咪咁上下？係啦，差唔多啦。咁其實老哥你都講得好啱㗎，因為咧起一個建築物嘅時候咧，一定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啦。咁但係點樣先可以將嗰個影響減到最低呢？就是我哋平時每一日設計師做嘅一啲考量嚟嘅。咁喺綠色建築入邊咧，有好多主要考慮嘅因素㗎。我可以簡單講解一下啦。咁譬如可持續地法發展，其實係講緊選址各方面。譬如我哋起一個高樓大廈嘅時候，究竟係咪要揀喺一啲城市嘅中心？咁因為如果你喺城市嘅中心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會好近一啲交通工具啊，又或者生活用到嘅地方比較多嘅。譬如好似我哋日常生活中會去郵局啊、去運動場呢啲等等嘅地方嘅話咧，其實喺選址各方面咧就比較重要嘅。咁之後咧就去到綜合設計同埋建造營運嗰方面啦。咁就係講緊會唔會係一個營運公司營運呢一個建築嘅時候咧，會配合到一啲環保嘅守則啦。譬如可能我哋選購一啲新嘅產品或者項目嘅時候咧，應該以揀一啲對環境、對人類危害比較低嘅一啲產品嚟作為一個首要嘅守則嚟嘅。咁之後簡單啦，就係用到能源嘅使用啦，同埋用水啦。咁其實就係講緊點樣節約能源啊，又或者節約用水嘅一啲設計嚟嘅。咁之後就去到用材同埋廢物管理啦。咁就係喺綠色建築入邊，喺你揀嗰啲建築物入邊嘅材料嘅時候咧，應該點樣考慮到對環境影響減少？譬如我哋可以用一啲循環再造嘅產品啊，又或者可以用一啲可生物降解嘅產品咧，去降低咧對於堆填區嘅負荷嘅，同埋咧喺個大廈入邊會唔會配置到有一啲嘅回收嘅設施啊設備咁樣咧，去令到大家咧可以做到一個廢物嘅回收。咁之後咧，去到健康同埋安舒咧，就係講緊個住户同埋周圍嘅人嘅影響啦。咁就係譬如講緊就係我哋會平時會唔會住喺入邊嘅時候，個樓宇入邊嗰個單位會唔會有啲自然光啊？會唔會隔離嗰棟嘢就會遮咗呢啲咁嘅自然光啊？又或者個窗嘅大小會唔會影響咗一啲自然通風，從而有一啲好啲嘅空氣質素咧？呢個咧就係講緊建一個綠色建築要考慮到嘅元素嚟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創新啦，顧名思義。就是講緊一啲有冇一啲新嘅科技同埋新嘅設計咧，可以令到咧健康綠色建築咧就可以更加可以降低到能源或者水嘅使用嘅。咁譬如可能係依家越嚟越多一啲智慧嘅建築物啊，咁其實就係用到呢一啲咁嘅創新嘅科技咧，去令到減碳減排咁嘅。係咪真係好多新的樓盤可以攞到認證㗎？都係㗎，其實在香港嚟講咧，好多樓盤都有認證嘅。不過咧，以頭先所講，頭先有好多隻顏色啦。咁白金級咧就係入邊最高嘅認證嚟嘅。咁喺香港嚟講，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建築物都有呢一個認證。不過我哋可以逐個逐個用一啲日常嘅案例咧去講解一下綠色建築，俾大家認識多啲、了解多啲嘅。咁好似之前咧，我哋新聞就有睇到啦，九龍區同埋新界區咧，佢個氣候氣温啊，個差別咧都真係幾大噶。好似之前，好似喺彌敦道同埋海防道交界咧，更加錄得一個全港嘅最高温嘅熱點。咁其實咧喺香港呢一個發展比較密度高嘅地方啦，又好少綠化嘅地方嚟講咧，其實會好容易造成呢個熱島效應。咁個原因主要就係我哋即係建設。即係我哋城市嘅建設太過密集，咁有時你去到高樓大廈中間望上個天咧，就真係好似坐井觀天咁樣樣，得個窿嘅啫個天就，咁你可以想像到根本我哋城市所發出嚟嘅熱力咧，係
唔能夠好有效咁樣逃，即係散到去太空之外。嗯嗯。所以啲熱力咪谷住曬咯，再加埋我哋好多熱源啦，譬如我哋開冷氣啊，譬如我哋好多汽車啊，譬如啲建築物吸收咗啲陽光啊，等等等等，咁啊變咗夜晚咧，嗰個熱量慢慢慢慢散放出嚟，散放出嚟嘅時候咧，嗰個夜晚嘅温度咧唔跌嘅，經常都唔跌嘅，但係郊區咧就會跌得多啲啦。咁所以咧喺綠色建築嘅設計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講到毛哥頭先所講嘅考量嘅，譬如我哋可能會有用一啲較高嘅綠地比例啦，同埋會用一啲冷質嘅物料，又或者反射率較高嘅物料嘅。係啊，綠地即係種咗樹嘅地方啦，呢、這個好緊要嘅，因為咧樹木呢樣嘢咧，佢為咗自己不斷咁生長啦，要多啲養料噶嘛。嗯。咁啲養料梗喺泥土嗰度噶啦，點樣可以將泥土嘅養料抽咗上嚟變咗身體樹木身體嘅咧，就係靠吸水咯。嗯。咁所以咧，當佢不斷咁吸水嘅時候咧，佢就同時喺啲葉樹葉嗰度嗰啲氣孔咧排放出去。呢、這個排放嘅過程咧係吸好多熱嘅。嗯嗯。咁所以一棵譬如好似嚟呢度啲大嘅榕樹咧，閒閒地等於十幾部冷氣機嗰個冷卻嘅功能。嗯。咁所以綠地即係種多啲樹係好緊要。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哋有個綠即係熱島效應。就因為我哋市區實在太少樹咯。咁其實咧，頭先除咗我哋講嘅綠地啦，同埋嗰啲可以用一啲冷質嘅物料或者反射率較高嘅物料，係會影響到熱島效應之外咧，其實風咧都是一個好主要嘅元素嚟嘅喎。我喺香港住咗六十幾年啦，真係感覺到咧個風力越嚟越弱嘅。我哋要睇科學數據。咁而家有一樣好得意嘅科學數據咧，就係我哋香港天文台有好多氣象站嘅。咁你比較一下橫瀾島嘅風力，橫瀾島咧由香港建埠到而家都冇改變噶嘛，其實個風力係完全冇改變嘅。嗯。但喺市區嘅站咧，譬如天文台唔使講啦，四周圍俾樓包住曬，甚至 King's Park 一個咁高嘅地方咧，我哋睇到 King's Park 嗰個風速都明顯一年細過一年，一年細過一年。嗯。咁呢個即係個通風嘅效能咧，係越嚟越差咯。嚇，咁呢個亦都係加劇咗我哋嗰個熱島效應噶。即係坦白講啦，喺香港地少人多啦，咁無可避免一定係向高空發展。點樣可以喺高空發展嘅同時咧，同呢一個減低呢個屏風樓嘅效應咧，其實都要互相取一個平衡嘅。咁呢個亦都係可持續發展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如果起得太多太密集嘅高樓大廈咧，真係會影響咗一個風嘅環境嘅。咁所以咧，綠色建築咧係一定要考慮呢一個風嘅元素喺入面，因為頭先都講過啦，綠色建築就係要考慮到對周遭人嘅影響噶嘛。咁唔知毛哥你知唔知道屏風樓又有啲咩影響咧？哦，梗係知啦，呢個我飯嚟噶嘛。嗱，我哋香港咧就有所謂盛行風。嗯。一年十二個月裏邊咧，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吹東風嘅。嗯。咁但係夏季咧就吹西南風嘅。嗯。咁所以咧，我哋視乎我哋邊一個地區啦，譬如將軍澳啊、尖沙咀啊、荃灣嗰啲唔同嘅。咁係一個所謂盛行風，我哋就希望我哋起新嘅建築物嘅時候咧，就唔好擋住個盛行風，咁就可以咧，使到四周圍都可以有個通風嘅效應咯，可以減少呢、這個熱帶，即係呢個熱島嘅效應咯。嗯嗯。不過講咗咁耐咧，即係你呢個綠建環評講咗咁耐咧，好似係對周遭嘅人嘅影響係緊要啲嘅，因為譬如我真係同我孫買樓，我都想我孫住得好舒服㗎喺嗰度。咁但係我唔係點理隔離啲人行，即係喺條街行有啲咩影響啊？咁對用家嚟講有冇好處嘅咧？其實都有好多好處㗎。頭先就講咗話對周遭嘅人嘅影響啦。咁其實喺講話對用家好處之前咧，其實有一個綠色建築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就係設計嘅時候咧，一定要諗到咧就係建築物嘅生命周期㗎。嗯，即係好似一個人咁樣，由 BB 到中年，到老死，建築物嚟講就係拆卸啦，係嘛？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你起一個建築物嘅時候咧，你就用到建築材料啦。咁所以咧，就由建築材料嘅生產啦，到運輸到你去個地盤嘅時候咧，咁地盤又會用嗰啲建築材料加水啊、加電啊，咁就起咗一座大大棟嘅樓宇啦。
咁然後個樓宇就會俾啲用家用啦。咁啲用家用完之後，可能五六十年之後佢要拆啦。咁拆咗嘅時候咪好多廢料嘅。咁啲廢料點樣處理？啲整個過程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建築物嘅生命周期嚟嘅。咁簡單啲嚟講啦，咁其實起一個建築物咧，其實只需要兩至三年嘅時間。咁但係你一個建築物嘅運行咧，其實係講緊五六十年或者一百年嘅時間。冇錯。咁所以咧。入面一個即建築物的成個生命周期來講呢，運行佔了大多數。如果你說起一個建築物已經用了很多資源的話呢，其實運行的方面是更加多的資源的。所以綠色建築呢就在運行這方面都很著重的。所以呢就是跟用家息息相關的，因為就是說我們平時用電啊、用水啊、用那些資源啊，係啦，人人都要交水費、交電費㗎啦。咁如果慳得到就最好啦。是啊，依家越嚟越熱啦。咁你通常每個都會開冷氣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屋企嗰部冷氣機有冇啲能源標籤嘅認證咧？啱啱即係幾年前換過啦，我都係聽過裝修師傅話：呢部好啊，咁我就買啊。冇乜留意到，不過我希望我買嗰只係真係即係能源效益係高㗎啦。咁其實咧喺綠色建築嚟講咧，因為要著重運行嗰方面咧，咁即係佢平時運行嘅時候，你用家用嘅時候咧，用緊嗰啲電器咧，其實都可以參照呢啲嘅能源標籤認證。咁其實喺香港就會有嘅。咁就分咗一級去到五級啦。一級咧就效能最高啦，最慳電啦。咁五級就係最低啦。五級即係唔應該買㗎啦。用一個即係市侩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你用電咪即係你用幾多錢咯？係啦，係啦。咁可以簡單啲咁講咧，就係話，譬如你一個夏天要用300蚊嚟開冷氣機嘅話咧，你用一部窗口式冷氣機，一級能源標籤嘅話咧，比一個五級能源標籤嘅話咧，其實每個月咧係可以慳到80蚊嘅。咁積少成多咧，其實怕長計，怕長計係啦，係啦。我啲老人家啱嘅啦。其實除咗能源之外咧，用水方面咧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因為咧，譬如水務署有一個叫做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咧，其實就係講緊用幾多水嘅，你嗰個結局即係講水龍頭啊、成啊、咁花灑啊咁樣。咁咧。其實咧，用一啲節水嘅傑具咧，其實積少成多咧，真係可以慳翻好多嘅水資源。係啊，正話同阿 Jenny 我哋都傾開，即係香港人用水係好浪費嘅。咁即係如果冇心去節省用水咧，就用科技去節省用水咯。係呢個非常之好啊。咁其實仲有最後尾一個咧，我都想大家知道多啲嘅咧，就係講緊嗰個綠色產品嘅認證。咁其實咧就係大家可能譬如裝修嘅時候，我唔知武哥會唔會嚟緊想裝修啊？因為我間屋住咗十幾年啦，而家好頭痛，唔知裝修好嘢唔裝修好。咁裝修嘅時候其實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呢啲綠色認證嘅產品嘅，因為譬如呢啲綠色認證嘅產品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可能用一啲低碳排放嘅產品啦，可能係循環再做出嚟嘅產品啦，亦都可能係一啲可被生物降解嘅產品等等嘅。咁其實咧簡單啲嚟講，譬如你油漆啊，又或者你嗰啲傢俬啊，其實都應該選用呢啲有綠色認證嘅產品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呢啲產品通常都係對人體係嘅效即係點樣冇乜害啊。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嗰陣甲醛味，係啊，咁其實咧就會對呼吸道會有影響啦，特別小朋友啊，又或者老人家啊，咁其實咧用呢啲綠色認證嘅產品咧都會對身體好啲嘅。咁我又市侩啲啦，會唔會貴啲嘅咧？其實都未必會㗎，因為依家。你都識講啦，科技越嚟越進步啦。咁其實你有多啲甲醛同冇啲多冇甲醛咧，其實都冇乜分別嘅。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去留意多啲啦。咁同埋就係頭先武哥講得好啱嘅，就係一樣嘢。其實我哋做設計師咧，做綠色建築嘅時候咧，真係會幫用家考慮到好多嘢。運行嘅時候可能慳電慳水。咁但係咧，最後尾咧好依賴個用家究竟點樣去使用佢嗰個樓宇嘅。咁所以咧就係點樣將一個綠色建築嘅效用發揮到最大咧，其實就要兩者嘅結合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同埋支持多啲呢啲綠色建築啦。